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国际猫王，今天带大家看回一个两房单位，现在上去看看。大堂都好光猛，哇，这么快我们就可以到了上面走廊了，都非常的干净。这个单位的实用面积是291尺，但是已经是两房一厅的间隔，这个单位真的很实用的。每间房都有窗的，那个采光度非常之好的。出面的景观很开扬的，望住公园景观，一分钟可以到达西铁站。西人厨房小小，还有窗添。这个洗手间是公厕，很罕有的，欢迎你致电我啦。